你小林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武林农场的雪地上。这是在吃圆牙口。小猫咪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玩哦。又等不了。这边怎么没有人想要停下来呢？啊！其实今天可以不用装鞋链了。妈妈，我可以去探险吗？你看，哦，真的都是。哦，幸好请牙工来。一双390，哎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三个，我们在挖钱，耶！我走进去哦，啊，五分钟内没有回来，你们自己开车走啊、哦。你小林的雪人在哪里？我的雪人还在树。啊，妈妈是哪一个？妹妹，你的呢？妹妹好可爱哦。那你不是肚子饿吗？现在就忘记了。是啊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做雪人，那要把这两个裹在一起。是啊，这样好可爱啊！来看爸爸。妹妹看爸爸。嗯，可爱啊！哎呦，脸上都是雪的。妈妈，只有我们穿雨鞋。来，两个小宝贝再来。妹妹，小虎看爸爸，三、二，可爱哦。Hello， 你们要玩多久？一个小时。小虎，你在笑什么？刚才的。没事，好，没事，来，快点做雪人。等一下要给放车上哦。来，我要把它粘住了，妈妈。粘住了。我的帽子掉了。你这。三层肉的雪人呀，雪人两只而已吧？怎么有三节？三节就变毛毛虫了，妈妈，会不会？有三节的。是啊。妈妈，要不要给你一点雪，把它立起来？耶、yeah ！我不想要分享给你玩。我要那个。你知道？你看我的高压板，把我的雪人搬去这里。姐姐，你看我的雪人。嗯，高腰板。这长长。哎呀，我的帽子！我给你挖的。啊，我的帽子进水了。帽子进水了，赶快戴起来。我没办法再戴了，都冰掉了。啊？都冰掉，没办法再戴了。谁可以帮我收留？好了，一人搬一个雪人回去了，走了。头了，谁要跟我一锅？我。快点！我去你那里喽！来、啊，你要后面一点。可是我们那边都没了。有啊，地上都雪呢。哎呀哎呦，太低了。袜子湿了，袜子怎么会湿了？等一下去车上再，那个冰而已吧。小猫咪，你掉吗？掉爸爸。哟！啊！我要掉！呀！哇！他说他想睡。想睡觉。没力气哈，啊，小猫咪带着我们回家了，我们去武林农场了。走了。哦，就这边哎。
好了，小胡，小胡拜拜，跟相机说拜拜，快点。我刚才有看到雪人溜走哦。嗯，要溜走了。你有溜下去啊？那再多一点弯看看。找妈妈喽。这边有人急转弯。又卡住了，看看一个弯要回来了，要回来了，瞧那个雪人回来了，小雪人呢？在旁边，还在旁边啊？没有掉下去啊？没有，在那个山海关镇那里。哦，是啊，哦，好像很危险。好了，大人要去小贝贝那里。打弯了。没有，哎呦呦呦，它掉不下去了，大的快掉下去了，它到那边就会被卡住了，又整回来了，大的下去了，大的下去了，小的也快掉了，啊，好了。鱼也来了。哇，我看到橘子，哎，天啊，要吃它！我看你再钓，要飞，要走了。抓鱼呢？他怕鱼把那个小 baby 拖下去，是不是？贝贝，来，红色的小虫子。后面点，后面点。红色的小虫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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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